民以食为天，食以安为先。大家好，请叫我消毒餐具套装，我是各位吃货朋友们的餐桌好伙伴。正因为有了我的存在，大家就能够更安心更自在地享尽各种美食盛宴。或许各位只知道利用我来风卷残云的征战美食界，却从未想过我们在抵达你们之前所经历的风风雨雨，那还不赶快跟我来体验一番。我们四兄弟在一场战争结束之后，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我们的集中营餐具消毒厂，经过分类整理和最初的粗洗后，等待我们的是一系列复杂的清洗流程。第一步，浸泡。我们会跳进添加了消毒成分的水中进行漂洗，泡掉身上的污垢。第二步，机洗。利用先进的专业设备，不仅除去了我们身上的残渣，还要进行热碱水洗刷和清水冲刷。第三步，热力消毒。这一步啊，好似韩剧里的三温暖哦，感受高温蒸煮和红外线搭配的双重净化。哇，真舒服啊，这样我们就又恢复了原本晶莹剔透的肌肤。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？ No no no， 我们在重返战场前还要进行严格的身体检查，合格后我们才能够梳妆打扮呢。这样我们就再次组成各自的小团队，奔向我们应该去的地方，等待我们的又是一次不一样的旅程。